嘉义县政府甲布袋镇龙街牵手成功媒合国宴主厨温国弟，台中知名米其林餐厅诚心创意料理，使用嘉义布袋在地特色食材，找到海风的老菜谱，推出布袋原味三代冬肠炖鸡汤冷冻料理包。馆长温忠良以及诚心创意料理主厨郑来讲，三号做伙伫台中的大圆白炖煮鸡汤，推广试食，现场弥漫着阵阵的香气。有行家将布袋老菜脯风味比作为太阳的滋味，伊打色表面具有特殊的盐花，口感 Q 弹，煮过了后浓厚的香气回甘，是千万袂当错过好滋味。因此，馆府获得布袋镇龙会甲餐厅主厨合作，将拍过日头吹着海风的十五年老菜脯，搭配五年的菜脯、新鲜的菜头，三种无同食性程度的菜头，透过古早味食谱三代。冬肠炖鸡汤，加汤头的丰富层次完美表现出来，并且做成冷冻料理包，让大家在家就会当方便食用，美味上桌。那优先那布袋菜脯啊，那正式进军，那到我们台中的大圆柏，还有某某的啊线上购物台哦。那大家知道，实际上全台湾的菜脯大概85%来自于布袋，那一般菜脯大家看起来好像不太稀奇。因为你在自助餐里面经常会找的菜脯呢，那实际上你可能在吃 SO 酱的时候，那跟干贝混在一起，有一个脆脆的东西，那个也是菜脯，你可能没有察觉到哦。那或者是啊，有时候你到餐厅里面比较高级的餐厅，他可能会特别跟你介绍，这个是20年或30年的老菜脯炖的鸡汤，那你一听到20年、30年啊，那个感觉实际上就哦，我他要花20-30年。才能够有这样的成品出来。那这次我们跟善心啊，特别加啊布袋镇农会，那有合作，那有所谓的15年的老菜脯，加上5年的菜脯，加上新鲜的菜那个菜头，三个混在一起，那所做的料理包，那煮鸡汤。所以我想啊，你要吃到所谓的15年加5年加新鲜的啊这个白萝卜，那非常的不容易。所以希望大家踊跃的购买，那可以帮助嘉义县的小农，那也看看我们的菜脯经过时间所累积出来的，经过海风跟太阳晒过的菜脯特别的香，我们希望大家多多购买。我们这两讲，这次的合作是政府甲在地农会高级餐厅牵手合作的一大成功典范，唔呐提升当地农产品的价值，也和民众知影菜脯虽然接快，但是滋味煞无简单。未来嘉义县政府将会持续推动各项产业合作，强调嘉义的农业魅力。新闻部将来行报道人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